大号进门做砍回的。警方对着阿北大声呵斥，因为这名阿北是一名诈欺惯犯。你做的是家己的。警方从阿北塑胶袋中搜出一个个机车零件，而这些零件都是阿北以不法手段偷来的赃物。新北市三峡这名王姓阿北专挑老式机车下手，以徒手拔除点火零件，让机车无法发动，再尾随被害人，假借帮忙修车名义向被害人诈取修理费。但经警方研判，该男子应该曾经从事过机车修配业。对机车车辆特别熟悉。阿北诈欺手法恶名在外，早就被警方锁定。29号再度犯案，当场被逮个正着。拢大好，拢炸这，人拢硬北这。阿北异想天开，想耍小聪明，偷天换日，骗钱花用。想不到不但躲不过远警稽查，更难逃法律制裁。记者王志文、尤涛，新北报道。